孩子没事吧？你小心开车。 报告，嫂子和孩子在转移中遇到了袭击，在陈正国的掩护下，安全逃到法租界。遗憾的是，陈正国牺牲了。 人必须找到陈振国的家人，只要我李明日活着，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。是。
我答应你，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，我就嫁给你。